大家好，我是懒人说。我是电竞的 ，and 性质男 ，surprise 威。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真的 and 三镇，有意大利的感觉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是我的很好朋友的 restaurant，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很好吃的东西，真的有那个意大利的感觉，真的 and 让这个东西在台北。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真的可以一起去吃一下他的东西 ，Let's go。主厨 Claudio 来台湾十多年了，他可是获得意大利官方认证的主厨哦。因缘际会下，他和侄子 Mirko 两个人在大道城发现这栋清水红砖的西式洋房，和他的故乡罗马十分相似，因此决定在这里开设他们的第二家餐厅。而里面的空间与摆设十分意大利风格，跟台湾本地建筑融合出相当有趣的用餐环境。哦哦 ，Prego, ecco qua. Allora, come sta lei? Assaggia subito. Allora, fammi vedere. Ok, 这个是那个 prosciutto， 这个在台湾没办法吃这个。这个是我们叫这个 aperitivo。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我们的意大利的 sushi， 因为你知道 sushi 有饭，然后有鱼。我们在意大利有那个面包，然后有 prosciutto cheese， 我们可以吃。这是也是有点多的，嗯，很足的 ，very good， 对对对。然后这边有什么？这个是 salame， 这个是 salame， 这个是一点点有猪肉的招，然后有猪肉的。背那边，然后有面面的东西，多吃一吃，这个比较 strong 的感觉。嗯 ，buonissimo， squisito， spettacolo。这个是什么 ？Queste sono ostriche， 都是意大利的，都是意大利的。Francesi， queste ostriche sono francesi。啊，他们是法国的。可是他刚刚说，他是第一个人带这个东西来台湾。法国进口的野生生蚝、烟熏鲑鱼以及东港的胭脂虾，组成非常豪迈的海鲜盘。嗯 ，so fresh， 真的有感觉啊，有真的，嗯，很好喝的，很好吃。生食海鲜是罗马以南的意大利人才有的习惯 ，Claudio 的海鲜盘让台湾人有机会品尝到所谓的 guilty pleasure， 意式美味。这个我真的很想吃看看，因为这个是我的妈妈的样子，这个是 cappelletti in brodo， cappelletti in brodo， 对不对？Una volta si faceva solo a Natale， e adesso a Roma quando ero ragazzino io vengo dall'Emilia Romagna。OK OK OK， 他说这个是我们的礼拜天的时候，妈妈、爸爸们都没有工作，所以他们是在家里。Come abituale la domenica。对，全部都让你去，家里你去可以吃这个，我吃看看。questi sono spettacolosi， 还有大家有点这很好吃的，这很好吃的，对不对？这是一道意大利冬季时非常有妈妈味的家常菜，主厨特别选用台湾放山鸡和洋葱一起炖煮出甘甜浓稠的鸡汤，再加入手工制作的意式小面饺，不但饱足了胃，更温暖心。这个是什么？Queste sono delle fettuccine al gambero rosso. Questo è il carciofo. Mi sta incollato, amo prima di venire qua, mette un po' di olio。